讲四十杯，前到通，昏到通。讲师早安。讲师早安。请坐下。讲师早安。
安尼地方有新源，佮有休息。所以今日讲来，大部分人拢来重视。因为今日时间有限啦，以今日时间来讲，单纯讲新源，其实够难跨过个。但咱个重点要有休息，所以后续今日两边拢来讲着。所以在结束上吼，后续咱继续吼，但咱都要紧吼，因为目前讲来每一步啦吼，两点就来讲都无够啦。那现在一个半小时的那边又三个房，又加上一种休息的岗位，哦，所以最后我还希望大家我们可以哦全神贯注，来换上天地的意味。三宝不是阿肯以心定心的爱休息，所以这地方才好得起来呢。咱今日实在三宝啦，咱今日连哦政府假设说那有天地啊，那有天地咱去行哦，行就是休息的岗位。哎，人去修持，或者人去修持，只会离咱离这三宝愈来愈远，离三宝愈来愈远，就是离这道愈来愈远。啊，咱现在求道啊，啊，来求道了，搁离道愈来愈远。哦，枉费我们修了这个道，枉费我们有得这个缘分。哦，以下咱来探讨探讨下。边探边记哩三宝心情。哦，咱开始来讲啊，三宝是啥物？啥物？啥物？咱是咱喜欢咱，是咱要修持。因为咱若对道理，也是讲对人生的疑惑，咱清楚了，咱就去解答人生的疑惑。也是讲咱人生有真侪苦，有真侪问题，就算家己无办法嘛有嘛，咱嘛希望替别人解苦啊。所以呢，人生的真相懂越多，人生的真相咱越明理，咱如何修行呢？而如来跟他讲，我为什么要修？我来跟他讲，为了给大家修的心。那别当是讲观念，就算家己过到袂歹，咱要有一个大自在伫个心啊。你家己好，别人都一定好啊。别人无好，你必定是个阿 Q。个人能力有限啊，所以呢，越明理之人哦，越能够接近这个道。那怎样才能够明理？对世间真相要了解的。那明心起来的话，明心有苦有乐有病的，有真侪感受，有真侪咱无好讲侪代志。那若愈清楚了解，愈好修行哦。所以这种咱也来去思考，也来去想，那了解愈侪，体验愈侪，咱就真正往内行愈多啊。人生最大的苦恼是啥物？咱去想看卖啊吼，啥物有人咱较上艰苦个？为了咱阿讲，我事业无顺，吼我感情无顺，我家庭个无顺，这拢是艰苦因素个。但是想到为人，事业无顺，家庭无顺，伊袂较艰苦。咱在去想这问题啊，袂啦。刚刚讲我钱赚无够多，我真艰苦。啊，谁人有人钱赚无够多，我也艰苦。哦，所以咱去厘清这个关键，不是讲一定，不是讲安怎就一定会艰苦，是因为你不得先你才会艰苦。哦，咱去了解这个关键是伫遮。你心中若是压杂，你食菜光光，你嘛袂快乐啦。咱嘛知影食侪。真侪好呀，为着财产的代志吼，你较苦恼的呢。就是像进前去年嘛，毋是有一对兄弟，因的财产是上亿个哦，遗产啊，分着遗产是上亿个。啊，结果安怎？兄弟袂合啦，袂合就是因为分遗产无欢喜嘛，咱拢嘛知嘛吼，摕侪摕少，感觉有方便无方便。你心中起一个分别心，起一个计较的心，不得了啊！所以迄个新闻到最后是安怎？哥哥把弟弟杀死啊！啊，有印象这個新闻吼，大家应该都有知，无话不明。所以家财万贯，咱真正就袂苦恼。心中无好清净啊，谁来无清净？我计较啊，我分别啊，我在乎啊，我在乎伊过了，伊想比我济啊，我在乎顶一代无公平啊。你不断的在乎，不断的计较，会财产上亿个呢？咱一世人吼，要赚五千万可困难啊！国际人一世人赚无两千万个，你上亿个呢？已经好几个人加起来，一世人的财产来，也是难怪搞得一定爱你死我活啊！这是活生生发生在咱的社会上的代志啊！其实种新闻真侪啦，吼，逐天几乎拢有啦，真正有一只统计过啦。台湾有十年以上财产的人是生活的，所以讲出来吼，但是咱这是生活，咱听拢是快乐，这是不一定的啦。所以人生最大的
阮老师，也是讲你外在得偌济，咱外口物件有法通得偌济，咱心中这个清净，你若无这个清净，外口安怎你拢袂快乐啦？足苦恼个。毋是讲今日人对我好，你就会快乐啦呢？你心中若感觉无清净，你嘛是过去讲伊对我无够好，假设啦，假设讲伊对我足好啦，但是你是别人看来，感觉伊对你足好啦。你的心中就是感觉伊对你无够好，你又起了这样一个心，起了讲伊无达到你的标准，你起一个心就袂清净啊！你起一个心，要求安怎，要求安怎，永远不得清净。所以，咱了解人生的苦恼是不得清净哦。啊，不得清净，有什么原因？咱在发生哦，利益啦。为啦，刚刚讲讲在想讲安怎，安怎啊？很多人犯罪也是畏心，拢真傲慢，真后悔。傲慢后悔就是伊会讲，我唔知影是安怎，我会安尼做。伊感觉他身不由己，伊感觉当场失去理智，哦，这个很常见。那边讲甲犯罪程度，咱甲人甲人相处嘛是安尼。我今仔日无注意家己大细声，是否真后悔？我今仔对伊无礼貌，是否真后悔？啊，想到下。会，想来做这种代志，惑啦、疑惑啦，惑的物件真多。哦，有法今日我都一一举例，有法就举一个例就好啦。控制的学生可能是智障啦，啊，控制问讲，什么是惑啦，问这个疑惑啦，啊，控制就来回答讲惑，爱之欲之生，恶之恶之欲之死啦，这个是惑啦。我今仔爱伊的时阵，我希望伊生就是过了好。我希望伊过了好。我今仔讨厌伊的时阵，我恨不得他死掉。人同款哦，同样一个人。啊，想到我一个爱伊好，一个爱伊歹，爱伊歹是一个爱伊死呢。同样一个人，所以无同款是伫倒位，伫心境嘛。你今仔个心境，我爱伊啊，爱就是喜欢嘛。我讨厌伊。憎恨嘛，去讨厌跟憎恨哦，疑惑的很大来源。但是了解这边，疑惑的很大来源，啊是咱的心极端的心呢、啊。这个举例的是讲，通俗毛笔记的内容，爱、爱恨，极端的心，这是无同款的名，明明明明也是同款的代志，但是咱那些心无同款，这是无同款的代志。那你当做理所当然呢？那当理所当然的，当然我给你做商品，我花一样，到后来会变成只要我喜欢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就会变得很奇怪的逻辑。侬叫他爹大一点，哦，安尼今天安尼是做嘛吼？你唔通顾你家己啊！啊，你今日大伊的代志，到明仔再讲翻来，但是你不一定会大伊的。所以就变成说哦，你家己都琢磨不清自己啊，这真的是业的来源啊。咱真善大师以信心明德来讲啊，哦，开宗明义的讲啊，自道无难，这个德未困难啊，自德无难啊，唯先拣择，就是因为你也是拣择才出现这种难处的、啊，拣择是你不必嘛，唯先拣择，淡薄兼爱，淡薄真爱，你兼爱去真爱哦，真的是大爱啊，真的是可以啊，爱是大爱，你不要这个喜欢的心、讨厌的心呢、啊。都要有平常心，没有分别的心，动然离爱。动然的时候，瞬间我就要快乐。你把这真爱心撇掉，把这些恨，把这个疑惑拿掉之后，动然离爱。你愿意放下，只要愿意放下就可以。动然离爱，动然的是瞬间的意思啦。静静看，看你这和平被弄到，你瞬间的明白，只要你愿意放下，所以这些人生会造成的人生很大的。那你别话，接着开场白是跟那三宝有关的。那三宝是变成除来变解烦恼、变解苦恼、来化消这些这些这些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欺负这个，能够欺负这个道，欺负这个真理，其实很多人生问题的，都不是问题。被意识所缠，像是表现。那一张空气呢？是那个银个的，因为银个银年回来，光看没有那种东西。但是在那换一个角度想，
你今日做好人，人民就对你好嘛。这就是因果啊，因果袂困难啊。你今日做好人，人对你好；你今日做歹，做歹人，人对你歹。后学有一个公司哦，伊就平常时对人无好啦，即大家讨厌伊啦。啊，但是我人哦，人袂，人嘛都想做好人。你今日讲可以啊，拄着新的人，你嘛无想讲马上会可以啊。最后却发现吼，以前人拄着新同事里面吼，其实伊拢对伊真好呢，但是无效，上来无效，因为新公司来新人吼，有诶公司发在内面，歹代志发生了。哦，即个新人要礼拜拜，哦，大家就是来彼此讲谢谢啊，吼，大家恭喜人无歹无无歹哦。所以呢，还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都无。我后续先来讲解咧。啊，伊卖讲较讲奇怪，我要做好人，想要我都做好人。啊，即嘛是因果啊，因为你之前做伤侪歹代志了嘛，即、這个果你来去承受即歹代志的果啊。所以伊无拄伊歹，但是感觉好呀，即嘛是你袂当讲我看袂到因果唔相信啊。但是别人嘅状况还是非常清楚的啦，所以因果代志吼，唔通用家己嘅想法去想。有真侪代志，你用家己嘅想法去想，你永远改变不了。因为永远感觉莫名其妙啦，永远感觉讲我想做好啦，想要我都做好啦，所以赶快嘅代志啦。因一代做了好，后一代享受这个果实，即嘛是你做来呀，像你当享受。因一代做了歹，后一代享受这个歹嘅果。你若感觉即帮是我做来啊，但是以原宏观的角度，还是以我性命的角度来看，都这个都很合理啊。所以因果绝对是合理的。咱今日起一个心讲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感觉你起心无路用啊，起心就是头先讲的险嘛。你有祸就得先进啊。你无愿意承认你的业障，你无愿意接受你的因果。但阮继续去感觉无清净啊，永远去艰苦尔。所以呢，啊，咱的业识咱要搞控制嘛，我要控制是安怎？身不由主啊，就是讲我今日要安尼，还是我身不由主啊？哦，就亲像为人社会地位正悬，啊是去打电话是袂顺嘞，哦，就咱拢嘛知警察官的身份地位正悬，但是警察官嘛跑分的嘞，好奇怪吼。好问就是讲，这人品无好嘛，做到好心人，热心人，啊，再去后续当中发生种代志呢，这是心无好尔。另外意思是讲，唔管你今仔日工作偌好，你今仔日好像讲身份地位正高，但是你的因果若是来，你无法做主的。你无法做主，就是讲你个因果牵袂住。啊，你因果牵袂住，你很难过的嘛。你拍拼是死人，只要你无收，你因果在边边，你发芽了。发现你刚讲想要我拍拼是死人，结果你家更加安尼，你搁起这无欢喜的心出来，但是想要你正式的你起这个果出来，因为你让伊果发芽了啦，你让伊果成熟了啦，但是你若不收，不收也难会成熟的咯。就算你有这个果袂要紧，你若让这个果出来，这个果嘛是无一定讲一定会出来。就是来去了解，咱人生的苦恼，就是咱无清净，咱有疑惑，还是讲咱的因果来啊，会互咱感觉哦，人生真正是真苦恼，真不得自在。但是这其实拢会当你化解，互咱要继续看落去。现今有法咱对咱开悟啊，那是要互咱有法，伊伫这段时互咱变做那个敌人啊，不菩萨的人，咱不一定会当。所以咱今日人当作讲，我愿意收啊，我大有人啊，也是讲我有看明白啊。你若搁起一个心讲，我的人生一帆风顺，安尼都唔对啊。是安怎讲？咱要开悟啊，咱毋是讲今日读一部经，咱就开悟啊咧。你开悟是佛菩萨开悟，是咱开悟咧。咱若开悟，咱就是佛菩萨啦。啊！咱今仔日阿袂是习惯菩萨，咱是阿袂开悟，阿袂开悟，两人当作家己做白话，所以咱就爱讲第四话啦。不菩萨的人是六祖嘛，六祖天光经开始就开悟啊。咱天光经搁看一百遍嘛，真就了解天光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认清，咱求得是怎么来讲的，只剩运势和阴差啦。啊，许番讲起讲，是讲要贬低咱大家身份咯。是要让咱较认真嘞啊！现在国外电话，伊拢就是精神嘛。
起这个精进心啊，何时要起这个精进心啊？咱今天医把较好的所在是咱的方向健康，咱管你打出去步，咱管你行出来，至少咱的方向正确。但是方向正确不代表不代表咱一定懂，懂不懂？咱只要庆幸是咱方向的正确，咱方向健康。那个管一点情况，那个支持和网络，所以咱就安心啊。方向健康，是世人都行，各位要注意，好，世人都有机会，至少你方向正确。袂歹，有即段是讲，咱等到目标是要更高的心。咱今日个心境要来何啊？哦，咱是较很谦卑的，谦卑好家己，认清家己，要很努力。有这个谦卑的心，咱教会能进步。咱若有光哥的心吼，要离即个道啊。想到咱听经文，我都开悟啦，因为咱重视是家己的情绪，当受了，咱都是弱的啦。你太过自我了，我今天有欢喜，我希望你能够高兴，我希望你顺过来。这第一件事，咱拢嘛知嘛。啊，想到爱顺过来，每个人都会自重要自己的生活啦。情理法嘛，现在是嘛啥？你无合情啊，可能别人讲你的时阵，你讲的话，你就讲你无合法啦。啊，法无讲的话，你讲你无合情啊。啊，讲到最后，讲到最后，那你无合法的去啊？就是讲，咱要执着家己的情绪，感受，这一执着下去哦，人的相处的分真的是比较开心。所以太过自恋。这么自我，你就不会有开悟了。因为真正的开悟是要无我的哦。所以咱引从这个真理的方向是安尼。你若无这无我吼，你是无可能开悟的啊。咱老一点叫大乘佛典，也是讲哦，儒家的三圣经典吼，拢也是非常强调这一点啦。不管是佛典的大乘佛经啊，还是佛经嘛，是安尼讲啊，亦无思也无欲语嘛，佛经嘛在讲嘛。都是爱五维啊！啊，你呢？这么自我，你哪可能记住这个五嘞？那今天修行的时候，可能被压这个开悟的路啊。可是你还是非常执着自己的情绪、自己的感受，为了顾家己顾掉掉，你放袂落来，你就家己顾掉掉，你无可能开悟的。所以咱带你去讲三宝情况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啦。你若非常的自我，无法契入三宝，你无法契入三宝，你无法度。就这个道啦，无修行的人生无好做主啦。或许再简单，再比一寡细、咱细小的问题啦。因为人会感觉讲吼，感觉讲细小的代志，也互人较震撼啦。再讲到一个励志作者吼，勉励人奋发啦。咱看坊间书籍有正侪些嘛，拢会勉励你安怎啊？哦，你做老公。啊！你讲，你好像只看那些，我想要认真拍拼，我想要拼出个生活出来，那种是一寡励志的书籍啦。励志书籍是袂歹，但是吼，咱以小学来讲吼，励志书籍都无够。是安怎讲？励志书籍很强调自我，这以小学来讲呢，是个还有差一些。咱爱拥抱自我的心，行励志的代志啦。咱袂当是把这自我抓着，行这励志的代志。所以呢，有人刚刚好励志书很好哦，还多少些观念哦。励志这些家伙，但是呢，主谋我们还没有哦，不是说要超越自我，肯定自我，一些内容都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要自我。哎，那个主谋这些代志哦，这个励志做的不不啊，不是这个代志嘛。一家不简单啊，就是那个不停满足的作者啊，一波卡波气呢。无脚无手，什么代志拢袂做真诶。做伊写册嘛，哦，写册感动很多人，好想话通过演讲去啊，伊嘛去演讲啊，啊演讲就是人彩礼讲座另外，哦，很像辅导我们来彩礼啊。你当然刚刚，你刚刚讲我这个人长得好奇怪，但是伊诶演讲，伊安感动台下很多人诶，对吧？看演讲哦，感动人讲侪，感动人程度都比很多诶。你讲有这个心，你来励志。我大家行用这个正确的道路，大家讲伊初发心一定是真健康、真好啦。有这个心要为大家服务，但是呢，好像讲到啦，越清净、越显，还是越隐恶啦，你若无修行，这种
是永远拢伫个，伊自身也是限于于海的。就是讲呢，新闻是讲吼，他跟五十个女生也离婚了。就是讲，伊的情况嘛就快袂啦，拄着外面的诱惑，他也是受不了啦。迄个情况嘛袂稳，伊有这么理智的心，而且拄着你个业绩个经济来个寒冷的时阵，你若无修行，就是会过一关啦。或许咱的心，一无这个励志作者的心这么悬，有这么悬心境的人，拄着迄啊，拄着欲来，无法度做出呢。咱若当作咱吃饱哦，是咱这硬还袂来哦，甲换另外个例子来哦。佛学大师哦，你应该听过啦。不久前在博士毕业啦，有兴趣搜寻一下哦，伊的册还是伊的文章，咱进前的教科书刊，是咱中国大陆都刊过十篇。一旦我们列入教科书四十篇中作者，像吴琼都简单啦，伊阁写下侪佛学观。关系代志了，也是嘛是甲患难自身情关难过啊。或许毋是要讲明白，或许是要互人去警惕，警惕讲咱伫拄着难关的时阵，咱无办法吼，咱毋通笑别人无过关哦。大野狼吃掉小绵羊，没被吃掉的笑吃掉了，哎，咱呢？咱拄着大野狼，咱赶快走袂过伊啦。只要你还是小绵羊哦，你拄着大野狼，你就往下移啦。你无防止，就是你时间还袂到用啦。同款，咱银行银行借去啊，咱还袂防止，你还袂当硬收呢。咱若无收中，有一摆咱也是银行借去呢。咱也是拄着有害来当收，有害借去的。所以呀，无修行的人生无法度做主啦。原意思就是安尼啊。咱若无去修行，拄着这境来，拄着真正咱的哦个来业所来啊，无法度做主啊。你敢真正挡会了？你讲之前我都买一罐，咱境界到这边关，这是咱一关关主线的所在啦。伫社会上要认真做，要认真修的人，袂买一罐啦。咱今若无认真，咱敢跑到过关？这个我们要扪心自问。尊公，咱若认为家己袂过关，咱来个认真，来个认真修，来认真做啦。到底哪公司家己都没问题。所以咱气根本的外在，只会自我毁。根本就是啥物？往内修啊，往内修，把咱主心这个道保好。唯有修道，才能化一切的业障啊，一切的因果啊，才能化消掉啦。不然讲像很抽象呢，很抽象没错，你去做了就抽象。唔通你以后干干正抽象就无去做啦。头前讲着生活嘛，生活正抽象呢。啊！你永远无去，永远也所想，修行来化消因果，才所想。啊！你无去修行，我永远嘛那个所想。不是，咱家去做啊，啊，肯定一条路是正确的啊。你肯定去做，一步一步去做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方向正确的，一定是越来越好。你方向若无正确吼，到最后，当你若愈老时阵吼，你越无法做，你看你人生就苦了。靠靠比你自身做来业障，我靠靠比你顶世业障都无消，业障愈来愈多，我哋嘛愈来愈苦。好，咱先去整理下三宝的想法啦吼。好像讲的人生这么侪问题，咱修三宝就是要化解问题。这问题咱化掉，我们不是求解苦哦，咱是明白这个苦了后，这个苦自然才能够化消。因为咱若有去求，这是有为的心，哦，上升心法是不讲有为的啦。所以咱要去了解，咱是因为了解这个苦，啊，这个心法契机了后，才能够进入这个苦啦。啊，当你有这个苦的境界了后，一切苦就能化消。唔是讲咱要有正强的武器来化消这，唔是，是咱要借着这个心法，咱契机这苦，用了这个苦的心变主人，这样讲讲化消这。才无化在一切，吼，伊基本的逻辑是安尼哦。咱来看连贯的生活啦，吼。因为今日无开始讲嘛，吼，就好像也是当冰箱，吼，所以三宝的部分，第一宝是倒位，第二宝是啥，第三宝是啥，吼，当然是心念心的二。好，连贯的生活，
人生最快乐是什么？就是生命有掌握。那爬顶峰的人生很苦恼，是不得清净的。反过来，你心想那也快乐，你生命有掌握啊，有掌握的是讲，我怎么去修，我不要生命。那不要小看这一个哦，要小看说生命有掌握是搞什么，才叫你快乐。你是要反过来，懂一句话再来吸收，是吧？你也明白，你唔在要放生命啊。有真侪人退休了，讲风浪啊，或许见了很多了哦。或许很多同事退休嘛，啊，放下这个，都唔在要在要做啥呢？啊，是讲或许是我亲像啦，退休唔在要做啥呢？像咱唔在要做啥？明明我以前做，以前在时代都唔在要在要做啥，真可惜呢。所以当你生命有着落的时阵，请各位真的，我们有个佛塔，那咱们来修修阿哥。可是那不是真的想要不要紧，至少我们生命有着落。一旦你想到这些快乐的感情，一旦想到这些负担啊，让我们的生命有着落。你生命在那基础，在你生命在功德为体，那我讲到不要紧，至少我们生命有着落，心中很踏实。这种感觉哦，就是一些清净啊，得个清净，这个喜悦自己越来越多啊。就咱今天那么想讲呢，啊，可能是个负担安怎？你渐渐修，肯定这个方向，这个清净越来越清的时阵，你会越来越快乐。这个快乐没有上限哦，阿脏越来越阿脏，清净也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快乐。没有上限，这不第一的光，他就弄第五回了。这个没有上限，那么想讲不清净不肮脏，互相干净哦，清净的互相干扰，清净自己越来越清净。生活的痛苦是修这个执着的，但执着这么多，譬如说他给他执着命呢，执着命，执着力。够执着，对不对？那来讲名利好啊，用咱修的人，咱有正修行的吼，大部分是不太重视名利的。咱当然吼，要化解都无遐简单啦。咱讲地位就好啦，用地位，阮只拢来顾及啦。地位就是你自以为我该得到什么呢？单单讲地位是这意思啦。我今仔日哦，先生或许哦，父亲啊，我今仔有父亲的地位，你得在意讲。你讲得到这个父亲地位，该死就来太无了。有可能你执着囡仔，对你不尊重，对你有好无了。还是讲你今仔咱今仔是得两个前辈子啊，咱是在乎富贵，对咱有尊重无啦？或许是讲这对哦，或许是讲地位就是安尼哦。我们去在乎咱身份所在乎要得到的地位哦，这是不应该的哦。咱今仔一得到啥是很自然的。我今日哦，对讲好就是哦，有做父亲嘛，今日无尊重我，这是我家己爱检讨的呢，不是怪伊其他个呢。今日无友好是我家己爱检讨的呢。你袂当讲我靠这些地位爱把人定爱安怎？我今日是真买少个爱求，对我讲，不能这样子的。所以当我们执着在地位时阵，都真袂得弄个善心啦，业。有很奇怪的执着，一定要把它安装。来，亲像后续一寡同事哦，面子较悬，也是讲感觉伊的地位较悬，遐物件让人帮伊配呢。那是讲红桥人又无欢喜的嘛，红桥人无欢喜桥的人，其实嘛袂无欢喜啦。因为你讲叫一件人袂欢喜的代志哦，你嘛先看人的面色呢。不是讲人听你话，你就欢喜个咧。你心中你已经承受一种怨气，很多的怨气。但是有的人执着啊，这个功夫一定要比欢乐比欢乐。你执着这个地位了哦，你永远不得自在，你太在乎了。就那个这个太多的执着来让他停不掉，让他卖喜欢把一点当比欢乐。不是，不算是夫妻之间的男女朋友之间。那么想讲把人一点爱对他安怎呢？你起这心量真的是永远不得自在，而且呢执着，那么在嘛吼、哦，
雪球越滚越大，执着嘛是讲，愈滚愈大了讲，大到后来变这个我个内心呢，自己被自己压死，永远不得清净了，对连观化掉执着，想到讲，想到讲连观化掉执着，修持心观跟修持是一体的啦，那不是讲要干要的当，要干要的无啊，就有修持才达到一个好个。啊，那你想哦，偏观是真特别是，咱来讲器官啊，真特别的啦。咱来讲什么五官拢感觉好像跟他过得我比的。玄观的特别是什么？在没执着还在哦，咱把旧有执着让出来，你当然执着在那边。眼耳鼻舌身拢会执着，这个叫做感官啊，感官都会执着，而形成功。就是讲，咱无可能去，咱的身体无可能互咱去，比如讲烧的嘛，咱无可能用，咱只是个烧的啊。身体会执着于舒服的位置啊，啊，就会执着于爱看啊。所有的感官都会执着，就只有玄观不会执着。所以，上面讲连观化掉是严重的起来。啊，这边啊修，咱今起就心了无欢喜，别人对待我无欢喜。空诸共嘛，人不知无运呐。人不知，人不了解，我怎会生气？想来怎会生气？你把这个心念修得那个连贯呐，啊，这边啊修修起的功夫啊，或许简单单光是观想啊。你把这不欢喜心，你把观想讲，比如讲我心念不欢喜，我观想把这气打入我的玄关，我观想来第二个号打入我的玄关，我那些观想，那些观想。会渐渐淡化掉，那是连观修行是种好法。因为起心不得已的起心，请由玄观进出。哦，你对观吗？你也是观想你起，我对你观我明白，我们对你起我对你观出。那是一种修行的功夫，讲什么呢？平淡这种感觉，平淡要化掉这个执着。有点抽象的，有好情况对吧？无去做，用慢抽象，我们可以试着看看。今仔日这课是我们要讲啥子？讲些什么？啊，今天来啥物唔是用？咱是要来去了解，有这个决心的去做，所以这课上个我们所在。眼观是我的微信，是今啊身外之虚妄不实啊，特别我们了解讲。道在咱个主心就是心啊，咱主心这个道才是上界真诶，就是讲咱主心这个才是真诶，外口是不实诶，不实就代表我们不要再去在乎了啦，不要在乎就是讲外口一切越平淡越好，拢修正啊，先拢修正来，一切心拢修正来，安尼就对啊。我在乎别人，不管怎好，是不管怎歹，要创啥，拢无我紧啊，心愿意缩回来玄关。你把心修得来，连贯的上接近这个道，上接近咱主心啊，这个主心啊，这个才是真的啊！这是在说讲的真的嘛？你真的人家过好像要命啊，身外皆虚妄不实啊！这三观在里边来讲，我靠，你是不死的人，不死的不要再去在乎了。生命真短，生命很短暂，你都有真多时间去在乎这一些虚妄不实的物件。就是因为内生那个时间更离真的所在啊，哦，心修的来能够品尝出德为因的，德为因是安怎？家己在当知，别人用讲的，家己想拢无啦。就亲像蔡根谭啊，蔡根谭有开宗明义的人讲啊，你咬得住菜根，百事可成。你菜根你补的，菜根就是上介简单的食物啊嘛。有人感觉食较简单的伊唔爱，但是菜根人甲人讲，你菜根补的了，就是上介简单的饮食，那愿意接受，百事可成。像我现在是讲工作的情况，你困了下来嘛，你时间困了下来，你困了下来才能回到咱的主心。你若苦袂落，代表讲你的心收不回来，是愿意外放。你的心不断的外放，不断往外追逐，好像我讲着嘛，气根本而追逐只是自我毁灭嘛。
咬得住菜根，吸收回来，百事可成啊！才能品尝出道的味道。就是什么？会当讲，家己练哦，阿边阿练哦，心修得来，心边阿修得来。哦，愿意，我家己谦卑，愿意，接受，愿意放开世俗的一切，广泛追寻的方法，看我了，这是心修得来。咱今日追求名利地位，是咪了风水了？那么是讲咱的心练修得来了，都要放得下。修行就是要放下位，好、哦，心收回在这眼神专注身心发亮，其他动的眼神专注身心发亮，好、哦，像我现在台上看得很清楚，那很多其实都是眼神发亮，全外会眼神发亮，不过你们的心都收回来了，因为你有专心的来，你来贴紧鼻，别往这换，这个时候真的都是眼神专注身心发亮的。那他的心哦，我们的人生中啊，随时保持这种眼神专注、身心发亮，这个人是炯炯有神的哦。你看看自己的容光焕发，你在你小素颜嘞，这个容光焕发的样子，更多清醒的一点，很颓废一点，你在做马灾嘛？容光焕发，这里有不清醒，精气神饱满，这是往后的代志。但心修的呢，有这些功夫。啊，心修的来到这里的代志哦，那么是讲啊，我今天修行观都放到这里的代志，不是安尼。你今天观这里的代志，这做家事，还是这广告的事业，就是希望咱修得来哦。那么关于这些代志嘛，难办哦。你怕你嘛难办啊，下工作嘛难办呐，还是你这家事嘛难办呐。首选不会妨碍我们任何事情。那我去帮你听哦。后雪山先买上手术点的，下午再买上新点的，不有任何妨碍哦。不是讲咱手术我发都唔管的，是咱手术咱的心变得很平静，反而外靠一切方外无牵哦。不是讲咱手术了，也得人生在弄听的。像后雪手术骑摩托车，也跟他讲，哎，四周都很清楚嘞。哦，也跟他讲，阿边无声，后雪也跟他讲。全有车去补贴哦，还要加分嘞。不是讲咱在听到的在讲补贴的嘛，在嘛哦，维车不能听到啊。可是当你很专注的时阵，你看不到你嘛刚收得到啦。你功夫若愈悬，就感受度就越高。所以首选，那么想讲修炼的那方面上，这边虽然觉得是来讲终日练神功啦，有的你跟兄弟讲一年都要变来。所以他心修得来，随时都可以收回来。那在你讲的话是赶快，心收回来才能品尝出道味。赶快，你的心修得来才能够品尝出食物的真味的。心收回来，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这些金钱也味道的。我的心来帮助你哦，这边比例都很在。但心修得来，才真正品尝哦，眼耳鼻舌身的真味，这是首先带来的功效。临山即在逆行里头，那弄了两几部电影嘛吼，这是基啊。好，人人有个临山塔，好像临山塔这样修啊。啊，那两个人啊，所谓心头，心头一个位，想出弄个人，弄个人好，啊，好在那里一点光可以立嘛，那心头在哪里？那微信哦，或许那这个题目很不错哦。猴子，这些北海道的人，那开始啊，北海道的人谈生路，那来做主也是一样。桃是鲜嘛，那我在里头嘛，有热熊桃形艺术嘛，桃的是鲜啊，心头即心动之鲜嘛，灵山一旦的心桃心条。头的头前，你咱心的较头前是啥物？灵山啊，灵山就是我们的心头啊，就是讲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咱起心动念的头前是咱灵山啊，咱的心还袂起，你起了就差就心好了。咱还袂起进前，因哦，也是讲咱知影倒位会起，就是心头啊。我这个心的气境，这个作用力在灵山啊，
对上爱好是安怎？你永远站在心的前面嘛。你站在心的头前，你的喜怒哀乐的发，你就会众生。你袂发，你就你袂感觉无必要发，你就袂发。所以喜怒哀乐之理发脾气中嘛，是哪里有法度做到未发？你站在心的头前。你若讲伫你个灵山站伫你心的头前，你哪有可能喜怒哀乐之发的？啊，你站在心的头前，喜怒哀乐之发脾中正嘛，你发了才会中正嘛。咱若无修，哪有可能中正啊？但是咱很可悲是啥？拢讲甲你中正啊，以前拢讲甲你中正啊。但是你要中正，一定要站在一个原则啊。你的关键，你要站在心的心动之身啊，心的动的心你站会了。啊，心动之身也未难的，灵山可以啊，灵山就是咱的主性嘛。啊，要怎来主性？反正讲着心修转来啊，啊，心要怎修转来？修行啊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啦。随时都所啊，所想是讲你既然爱在经验都无当，所想是一种意境啊。你心时时刻把心收回来的感觉，哦，行住坐卧，你心都管你心的，这个越做越精，所以感悟有者无心啊。那他讲好像做不到就算了，做不到一定要去尝试第一步啊。你不等来心修等来心修等来。久了就回到我们灵山自在你有心痛了。那咱若无伫徛灵山呢？灵山无伫心内包起，文字性的声音呢？这是古经的哦。啊，是文殊菩萨啊，哦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在念经，念念两篇内底，伊就讲起修持法门啦。这段非常精彩吼，大家下个月有机会认真去看下去看。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修持法门啦，咱平常念诵甲观世音菩萨还比较简单吼，可会有自信的声音。咱拢嘛知讲咱的感官，会感官较来，会感官无较来。啊，以佛来讲，咱的耳根算下来哦，就是讲咱借由耳根去修。就是咱照着咱听入来的是当修的哦，咱照着咱听，咱去领悟。像有个人，哦，你要讲叫伊用只耳朵听的领悟，不受讲话啦，是。又讲就是讲民族哦，讲话吃好会落到领悟，反正咱看我都想象的哦。但是咱算是耳根上来，耳根跟医生都来的。咱的资质很好，但是咱的耳根还不错，医护来帮我想。所以，咱只有耳根文字性的声音呢。也言文的是讲呢，你在听广告的声，选不到文字，反而文字性。一切声还是一切机，咱听入来了，是咱感受。当然，每个东西一样，你感受嘛是。总感受到一切反而文字性，一切声都登了咱的主心。什么叫做用主心去听？去咱修行的时阵，用修行的状态去感受这一切，就是安尼。那我们的心很专注，专注在手心，啊，从手一步一样。那你看吼，这个手一步一样嘛。你在那些一修的地方，就是讲你看起来人家手一步一样，你很专注，看得非常的专注。你这个专注的心，这个专注的功夫，这个心境，用这个心境去感受外在的一切，这个文殊性的声音吗？你听到的是感受到的。你比如讲，这句话你听了，不管你是欢喜还是不欢喜，你去反过来，用你自信，用你修行的状态，很专注的状态去感受这句话，这个就是文殊性的声音啊。啊，这是一种修行功夫啊。所以，咱去文殊性的声。就有修行的文殊性的声，孔子六十耳顺嘛，想爱耳顺，就是用主心去听嘛。孔子讲六十耳顺，代表讲有咱什么时间嘛？你讲起来，看咱想要打造的咱耳顺，耳顺是咱主心的声，拢听到非常的，听到非常自然啦，听到非常的起心动念嘛。我们安尼，哦，很自然的，你看自身这样作用，安尼这样子流露。就是文字性的声音啊。
就是天公在休息的功夫啊，就循环心法，很重要的文殊师的声音。啊，文殊师的声音很难哦，一切巨大的都消失了，声音进入一个宁静的世界。而且我学第一次的啦，就是讲，咱原来无欢喜的时阵，才好学。比如讲，我以前嘛，拄着类似的经历，也是一寡咱，也是为了家己的期待啦，听讲别人要对待我安怎。也是讲，我今日真欢喜的时阵，突然你把人讲出话，给我感觉无奈。我欢喜听你讲什么话，咱拢做这种经验嘛。我今日本来是想要你用讲出话，我无欢喜。咱当下拢起一个羡慕的心，拢起一个吼，咱的平静的心被打乱了。也是咱来起这个心了后，你愿意把这个剑，把人讲无大无好听的话，也是你的心起这个波涛啊，你的心就无平啊。啊，这个感受的话，你要收回来。再用自信去感受这一切，你心修得很，很专注去感受这一切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还是讲这个修持方法，不管是数数，还是叩首，哦，线上的礼拜，这种是三宝的修持观念哦。你管你安尼做，像化学运动性就是用数数的，那线上打叩，打拢拢在嘛，一再三四。六七八九一，一心能够平静的时候，你愿意去先来专注手学，之后再来数数法，一再三四五六七八，很专注哦，没有任何杂念哦。或许当时哦，尝试大概练100扣手，就是这样子，一切不平静都消失了。或许当时刚好，但是我是要提一个心嘛，提一个心，那我什么意思？当下真的是进入了巨大宁静的世界，当然啊，是当下。隔天或许还是个紧张的感觉啊，又开始不平静的，哎，赶快不平静的再来啊，再一次啊。这时阵呢，时间又拉短，本来可以拿百扣，你不要数到100，你看可能数到30，一个人没什么好在乎的。后来连数都不用数。这是循环心法带给我们的功效啊，一切不平静都消失了，现在是怎样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连贯的是怎样？那你主心本来是用轮回的，我们不要去惹这个尘埃，外在一切都是尘埃啊，你循环就让我们把这个尘埃给化掉，尘埃来自于身体，那你披星斗变啊。那你起心动念全部都是尘埃啊！那你去依胎，依胎也是一种尘埃啊！依胎把它对咱好还是对咱歹，还是讲咱依胎节日，譬如讲依胎生日、依胎纪念日、依胎什么情人节、圣诞节什么节日一大堆。但是你若起这依胎了哦，就是起心啊！然后学之前，刚好在情人节时有讲这一段，而且你讲有人在意情人节，啊，结果情人节。本来对方老在跟你情人节，他本来就没有情人节，恭喜来嘛！情人节是人设的，是有鬼的啦。设了一个情人节之后，一个火箭在那提这些，你跟你情人节有另一个对方哦，本来是无一事，本来无一物嘛，本来无一物，但是过得很好啊。你提这些料，你看你生命在，生命在，生命在，啊，提这些料，提这些料，对方火箭，火箭对他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啊，这不是。自己惹尘埃吗？你肯定气这心气嘛，把人对立，那结果把人都安怎？又生气了，又在惹这个尘埃啊，又要何必呢？但是打工起来那样，很容易这样子，有机会他也来那样，所以有修的都很清净嘛，有机会不断要惹尘埃，你不断在期待，不断在期待，那期待多期待少，期待大期待小，在不断的期待期待没了，不断的在惹尘埃啊，所以人人自有我是扰乱清净的。所以呢，偏观眼板不在广，但被无明之处。好，最后有请大家用这个结论哈。当我们玄观有去感应的时候，万念皆化，万念都被玄观是唯一没有分别对待的所在。当咱起分别对待心的话，从咱的偏观里来化掉，万念皆化，我们就不会无明之处。所以偏观心话是非常关键。好，那今天第三步，咱在偏观里头，咱在那修。三是我来做，恶就是好啊，恶是真好啊，什么物件来化掉？
不是报物件咧化掉，最三宝每个都是宝，爱安尼想哦，就是讲每一样咱得到，无路用无路用，就是报啦。咱若无去用，就毋是报啦。所以咱爱用阮三宝一件拢爱用。你想来，我想来新冠新冠做些总结啊，咱拢知影讲盖有规嘛，其实。马明启是说这样的总结，每一宝都有它类似的所在。这是要用来方便记忆的哦。好像我讲过嘛，新冠嘛，新冠是一心印什么文理、文字、英语，拢一定是可以啊。这是不建议要用来好方便去进入。那你一定要哦，这些资料在我们手表界定会循环就是会由界生定，由定生会。头前所做伊是另外几方面玄关，才真正有地位。地位伫倒位啦，伫玄关啦吼。你若无专注玄关这个功夫，这个观念，所作所为是有智慧。你有可能真厉害，你有可能真聪明，但是无一定有地位哦。啊，这地位的修炼不按简单诶。我讲开地位，除了天性之外吼，你还靠个修持，无一定无修持的，会当有地位的。教功就是个禅那的禅灭烦恼，这是后学，算是讲普遍级的五大个三宝，就是关键关甲经内底，关甲经讲三宝部分其实嘛，讲咱正好的资料啦，就是五大个三宝，这边有三宝连接起来咱去看，啊，咱求着讲是通天桥嘛，通天桥代表啥？天就是道嘛，咱再用这个道，咱通这个天，通这个天，就是咱只有三观，只有天观啊。你只有那个五官哦，所以那个眼耳鼻舌都无法度通天呐、啊。唯有玄关可以通天，所以咱管你修行，管你专注在这个玄关的心观，它叫做你才通天呐、啊。啊，你无通天，那可能这个，那可能它听得到感应呢。你无好生，它是拢无好感应呐。所以讲，叫做玄关来通天，玄关可以化世俗。当然，玄关不是化世俗。还是告诉为了我们方便记忆。来说，我们大概三大问题：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哦，有好有坏，来好比每一个喜欢的来看，都是看。连过来那个是画那个执着的，那有任何执着心哦，然后连过来画那个，难弄到这里到哦，弄到这里到，咱来咱来告诉个心得来，多去做。还是讲功夫做不到，等功夫做不到，功夫唔是遐简单个。那歹习惯，拢管你做几啊十年啊，是哪休息都管你做几啊十年。你歹习惯，管几啊十年累积个，你要叫玄关是肯定来化掉，那袂当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功夫你看，你在那习惯是功夫嘛？那别来讲，我今日休息咧，好像刚叔讲个，化坏烦恼执着，我等我修行然后，我化烦恼执着。想看咱功夫有偌济啊？啊，你个是相对是偌济啊？啊，咱来去自我了悟哦。人一分钟无效，功夫拢甲我骗个。哦，咱袂当安尼。你若讲做十年无效哦，哦，佫有闲讲。即摆咱拢功夫袂打到深个，就去唔当放，唔当放弃这条路。来发展新心法哦。哦，是这个是包括学家在小朋友。真经考前三年啦，是伊无字拢有意思啦，好像简单个有意思讲出来。真经本来应该是无字个啦，所以咱会感觉吼，圣人相处比就是安尼啊，什么是无字啦，还是无个要互咱去了解，要得伊啊一定爱有啦。所以真经个互咱无字嘛，互咱照着这无字变无字，变无字啦。所以咱来了解哦，无字伊个含义。下面个爱进入这个无义的境界，但是你要进入这个无义，根基袂当出问题嘛。所以这无义是要去导入这个无义一个用一个法门。前三个是新生了以外，第一个是无，第二个是无道生一，一生。第一个是道无嘛，啊来道生一啊嘛，啊来第三个是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啊。好，就是开光山，安尼新生啦，心应该是
伊个无用就代表没有，但那个状态是真空的。真空不是讲先当看无，是讲这个有诶物件咱无法度去形容啦。这个有诶物件是靠目睭去看诶啦，因咱人拢毋是靠目睭看诶，看看着望会着诶啦。就是听到人讲嘛，脖子不得，听之不闻，视之不见啦、啊。得物件是拢无诶，但是伊个有诶存在是咱看未着、望未着，但是伊毋是无。所以得诶无是即个意思，伊个无是咱。无法度诠释出来，咱应该讲袂出来，就亲像国真聪明人，应该去别甲伊讲啥，咱嘛听无嘛。啊，咱今仔讲课来讲物件是无个啊，啊共款啊，啊倒即个物件是咱讲袂出来个，毋是讲是倒个物件是无个。所以呢，前三日个，我咱个信心先要一贯，对无到有到实在个。信心生是越来越具体的，但是咱的信心生一定要去行向，咱的信心心拢会当行这个道理哦。咱借由身入心而回到自心，哦，前三个前这个假意是安尼，啊，来第四个话呢，就是一分善来出来，来发布伊的意思啦。就是讲，伊假意一切拢是会当刷出去的，有做环境讲何其自性明心万化。但是不过讲到办法又可以归因啊，啊是来当安尼，是来当说方式。那起源就是当说方式对吧？伊个根本上吼，伊拄着一切，我咱遇着灾去做出一切，给他成就一切。啊，我灾歹一切，你用那心转来，我好干啊，我好给你干掉。咱拄着是安尼啊，啊伊个生囝伫个，嘛是甲咱讲咱自己。哦，真经是嘛，甲闽南的祖师也有关系啦。啊，观想是闽南祖师的精神啦。你看无，也是讲这五年无清楚，无要紧，上少搁有一个相互分享嘛。是咱搁有一个闽南祖师在遐请我来，叫闽南祖师的慈悲的精神。闽南祖师搁慈悲的哦，不愿众生受苦，他又不使众生肉。当然，家己咱老徒弟不使众生肉。伊卖任何众生为难过，你做出个慈悲，啊，你做出个欢喜嘛，咱爸爸想就知影嘛。你是一个是欢喜的，还有大度能容，这真正是在精神啦。信心生一万万法归一，万一百三万十万法归一，啊，可以让慈悲欢喜大度能容。所以真正的是讲，咱今仔做到这个道，做这精神啦，有慈悲，有欢喜，有能容啊。咱做了代志，做比如够欢喜，也是逐天你拢悠悠。做代志无，别人做了无欢喜，做代志你着摇头夹面，啥物拢咧烦恼，永远拢咧烦恼，永远拢感觉想袂开。所以真正的别人讲，要欢喜自在，大度忍辱，无啥物代志化袂掉的啦，无啥物代志需要去执着。一执着，发生共鸣嘛，越滚越大，压死自己，一切拢化掉。没有什么好在意的，眼光也是，心中也是，我感觉光光才明白。好，这段，这段是三观在这个来讲吼，那好，时间关系，或许简单再过去，因为三观的心观跟心气已经来关了，好，所以这个主题或许老人家按照时间研究的这种，这种来研究，今天嘛是来讲两下体用而已啦。好像讲的嘛，真心的接意啊，信心生合一嘛，等到那一折啊，就由信心生一贯。因为咱应书念佛都一定会去折的，咱应外口一切，咱今仔在家修，伫外口有事业，伫厝有家庭，你拄着人事物伤济啊，也是一定要信心生一贯，体用合一。啊，这边要折，拄着代志来。你若感觉修炼无够，心经就出来了。这个心中生经的反复出现，你咱拿念经的时阵吼，心是较专一的啦。啊，你若较专一的时阵，心是较平静的啦。这是动作两个很像啦。啊，心经我搁袂掉伊，你的中枢啊，大部分都蛮欢喜啊，这有什么好在意的？一次两次，我一次两次三次的修炼，都是修炼啊。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修啊，什
这边弄我当心呢。所以这里不离本体也如如妙报了。另一则你还可以发现哦，我之前无先天感受，我是干，先天到无干啊。这一切一切的变化，我是从咱本体如如妙报出来的。这不是讲外在外靠物件来啥物，那是本体本体有这样的物件，那去修这是我咱本体物件出来的意义。所以第二步是我咱本体物件变化出来，常清常净，内胜外扰。那本身就是内圣，比咱内心一点有意义啊。那只有这天的心念，我咱内心更加出来，更加平衡。自信发生作用了，刚刚发动的嘛，一本三万书啊。那祖先生出来了，你刚刚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怎么过来？你管你一走，业力能力变较好啦。你欢喜了后，你的姻缘，不管是人缘还是姻缘，都会越来越好。有你管你欢喜啊！那他看了是有头发变的吼，那我个人嘛表示的，人之常情嘛，同款啊。啊，看袂到嘞，看袂到因缘嘞。那有修，那也有根嘛。有光之后，好的因缘才会来。阿弥陀叫我根，自信如如妙道，祖先的根爱会出来呀。啊，变到祖先的根出来，就好难证悟菩萨。那有菩萨的精神，那有慈悲、有欢喜、有忍辱。那有菩萨的精神，那身体生出来了后，看袂到因缘好的嘛，当然啦。就是咱在咱一点讲，这逻辑就是安尼。我们要小看讲，咱转一个念，愿意修这心法课程了后，有偌大的变化。那我哪一个？哪一小块就是一变化？修起是高等的啊。就是高等，万一高等去做，也宝贵。之前有上课时期嘛，我刚说讲哦，你要用年为单位的，甚至到后来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哦，还好些耐心哦。当然嘛，有短期的功效，长期在做，一世人做不到，好心人你都变有行情，你能健康加乐的精神。好，今天咱今天咱逢凶化吉。为了什么呢？今天刚说的我都有在讲经典，来当逢凶化吉。这个观念无问题，还是当反思组。那么是讲，今天是讲真心来逢凶化吉。观念对是对，是讲你知影，至少你知影愿意接近佛菩萨。你愿意心通这个道，你愿意相信佛，这个信念是对的。但是你不要执着讲有没有逢凶化吉。你管你向德向本本来袂当逢凶化吉个啦，这是正自然的代志啦。但是你业障有偌大吼，会当消化者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啦。所以我们不要在意是不是有达到你的功效，后来给你帮助，你个享福的帮助无够，这个叫意外嘛。你今日做了啥物，后给你帮助，你个享福做了无够好，这个咱个人心的作祟就是安尼啊。所以真正的钱，咱不是讲咱拄着的接单啊。真正钱，咱是为本的生死。爱了解一点，真经的心法，逢凶化吉是为咱脱轮回的生死。就是讲，咱照着真经的修行，三宝的修持，这是真正会当脱轮回生死的。这个真正逢凶化吉的。啊，轮回生死是咱的妄念生出来的。不如讲过了吼，一切轮回爱为根本啊，爱为根本。你就经过一切轮回爱为根本，因为你有这个爱的心调，你起这个心，你久了后不断的看定着伊，才有之后的轮回。所以呢，真正来接纳就是轮回嘛。啊，真经就是化，那你有机会免于轮回的。不是讲我今拄着苦，我连真经都未苦，这种小苦小难的，真正的三宝是真的是大苦大难永久化除。就那么难执着，我小苦小难为什么要解除？你也知讲，你是因为免于大苦大难，哦，所以真经乃是大光明咒、大清净咒，那心经让我懂的，所以它肯定经典是大光明咒、大清净咒了。但我们不要小看真经佛，佛唯一的，佛唯一是要讲到五嘛，啊，佛五你就快多了呀，五字真经、五字真经、五字真经的大光明咒、大清净咒啊，要有信心呢。好，这。
真心动万念，真心不离万处万。就是讲真经，我咱心只专注在经上面，两头先万念归一，归一了，就归一万处万。一万处万就是讲呢，你在意的，你在意的物件是虚幻的啦。你要去追求这个虚幻的，一定是不对啊。那你又用虚幻去追逐虚幻，下面又用虚幻去追逐新虚幻，好像讲的嘛，自我是虚幻的啦。你自我感受是虚幻的，你追求外面的是虚幻的，结果你都在意把人某些感受，你用你自己的感受去追逐外靠，这叫一切以幻逐幻，不能是本来无一物何处何处惹尘埃。本来没有这个尘埃，你要去追逐这个尘埃，又因为自己的起心动念去追逐尘埃，这个是一环就环了。所以真正的是降除那个妄念，这妄念降除掉才会以幻逐幻的，不然很可悲的。但是你看哦，你把心回归了，那你把心回归就叫幻啊，本来没有这个幻，你把心回归了，那结果你还在意这个幻。再怎么追溯都没用啊！灰你眼睛望到是灰的，啊叫你相信你无，你干嘛相信嘛是无啊？偏偏你个相信无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万念皆息。那不是这妄念，你不是这妄念，怎么会遮住在你无起的那是一幻逐幻？那是一幻逐幻的，那为什么加这加这爱是情话？当中都一幻就幻哦，这个我们大家注意哦。好，我再简单归纳真经。就是界定为定啦，咱嘛知啦吼，咱念真经的时阵，咱的心是定的啊。就像这定，这定的功夫，是真心的功夫。你听那念经会定，代表你功夫无够，是真经无够。你再去想哦，我今仔想真经无够，会定啦。那你讲定，然后三摩诃提的是往下经过，你观想是主第一方面啦，第二个嘛，哦，也是观想。你的周岁主力的妄想，通天造次妄想，那怪这个通天，这个造的人他行来行为嘛，他行为让我加这，加这妄想，他的行为现在今天的妄想，现在是在同这类，除妄想，哦心很定的妄想，妄想就可怕了，妄想就想法都用，到后来就是社会上所讲的忧郁症、躁郁症，这就是妄想性在受影响。此爱相当，总报能够九九大劫观。好像我讲啊，真经能够消灾解难，但凡他都冇可能讲的一句话。其实这东西跟咱讲修持是要让咱脱离这个枷锁。大方向是安尼个问题，但是咱袂当去执着。袂当去执着，讲我今日做啥物决定啊？合同好了，真经念了，啥物拢爱做啊？不是安尼，真正的大灾大难，拢脱离都是轮回。所谓修持三宝的修行，是互咱较温柔。小灾小难是咱即世应所做的事，即世果，咱去承受的，咱去承受就不要去执着。就像咱讲的一句嘛，九九大劫观啊，这是人的共业哦。因为人的共业了，就不用去执着。咱若去执着，离开这个三宝的生活，连得我都有咱脱离真正大结束。所以咱行动是想发心，发生了啥呢？真的啊，真的心呢、啊？是妄心呐、啊，妄心就是咱是起一个妄念所生出来的心呐、啊。咱的心，人拢去做真的代志，就是行这个道，就是咱就是做这个发心的精神。咱为了咱主妄去打拼，主妄的满足，这是妄心呐、啊。所以法身妄身，这袂正抽象哦。你若要管理行这个心，就是发心。你若去追逐虚妄，是妄心。好东西发心哦，三宝没有所谓的高低哦。那么去动这，那么动这一点观想观，经经第一，合同第三，这个是目标啊。三宝是用来克一些德的，那两个用人的心去分别高低，这个是很，光靠拍片是很愚痴的。人的分别心本身就是很愚痴的行为。啊，那对这宝贵无私的想法去家己对待，咱不能得这道啊，结果咱要用无私的想法去想，哦，非常有意思。
三宝如有道理，全部都是替代这些德。所以三观代表讲，上上身上上阴气之灵，伊只个阴王伊用一宝，伊就来哦，真正是来哦。那么是，为了是讲，我现讲我修炼无偌久，我曾经未晓，学徒我会晓，假设安尼啊，哦，咱看清咱利用。任何一步你做会到，你就是开悟。合同是借着咱的心去做出来，啊做咱去做嘛，有形有相去做出来才发心，拢去做这个真呢，你嘛是咱开悟啦。三宝是互相相辅相成，三宝咱同时拥有这个上盖好。什么叫做往生啊？就是讲，咱这身体不是真的啊，但是你若执着真的时阵，你妄想就永远定落去啊。佮人讲，咱的身体是虚幻的，但是偌济人相信这是虚幻的，也是该挂掉掉啊。咱即马有这个身体是咱的业报，三性的，三性是讲咱就甲淡掉是安尼，咱的业务咱就来，咱的修，对咱修咱不执着。不执着的，就是讲咱无要要求伊安怎，该安怎就是安怎，唔是讲该顾掉了，顾到全部心拢伫遮，安尼就是往心里做主了。就是咱的身体是四大因缘合的，啊，既然是合合的物件，自然无伊啊，身体就无伊啊。就是讲，分开互咱知，要去执着遮虚幻的物件，啊，身体嘛是虚幻的吼。往伊放下这个虚幻，你才可能走入这个真身呢。你管你行这个机呢，那是合我的习惯。继续来看吼，合同咱学一个手艺，或者是手包的物质的艺术啊。那我们想讲，咱学一个手艺呢，叫什么意思？您是说我们是到一个补给哦，啊补给一些德啊，那手中啊学一些德，那心中是爱安尼想，修行一定要去做。观想也是啊，观想也是一种修行啊。你想到要去想白龙，白龙你抱什么？你抱无极呢？啊，这个讲的嘛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啊，色龙合同之真理。你手抱合同就是手抱一阴一阳。也跟别人讲的嘛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啊，你抱的是这个易经的大道里面。啊，你手抱的那心爱行啊，你行嘛行这个道的道理啊，行这个无极啊。去行这个色光合同啊，有回复到真身的是要行这代志啊。唔是讲咱今日整个是要顾家己啊，顾家己，咱刚刚讲的是都后天啊嘛。你如果想来做有天的代志，咱可能是后生天呢，都是抱这个先天的物件，抱这个真的物件，那个叫做有天呢。好，佛法僧啊，合同是在前进哦。这讲到较具体在前进啊，咱知道咱的心爱清。安尼啊，先爱和谐，和谐啊，要和谐。和谐的时候，咱跟人相处，不要起任何的纷争，一切的纷争到我为止就好。那老师听的，那不制造麻烦的，我再来点的，一切的纷争哦，就是和谐听的。而且你做公公的嘴嘛，破口而生啊，破口而生，你光天地破来，我好奇的啦，你那是破口而生啊。每个人都是佛法生的生啊！你破百法是破百法落生啊！你好六法不和谐就破和落生啊！这是小范围嘛，这地方追嘛，你先追。刚刚讲的是你无法度先得的追啊！你今天你破和落生啊！你就是无合同啊嘛！你无合同嘛，不能先得。啊，你无先得就是轮回嘛！啊，这就是追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家己嘛。咱今仔想的是咱靠轮回啊，结果你都对不起家己，破口而生的就是两个答案，你不和谐，不合同，不合同，再不合同，合同不就是跟恰夫其心嘛，只爱相杀是报此之心嘛，啊恰夫之心的是一俗无心，无心一俗的，他对任何事情是无心的，无心的从你我先行提的，无心机最接近天机嘛，你把它无心机等到你的回头，你的主动的你的利益的。如果你喜欢你这一切赤子之心的一者，啊，那个是真的啊，其他都是想干真的嘛。所以刚刚合同是真身啊，这个是要做真的感情。你若不是做真的感情，是妄心啊。
最好的不会很难，就是看看这几年来，去和谐来亲近一些。哦，这老师跟人讲的嘛，你要托天他，你要嫁天他，这个心态是大翻了，唔对。但是你有行动，你回归到真身了哦。真身了哦，你就当嫁天他，托天他，你就当做天他，天他，天他来做。然后和同行观念接近，不分别取舍。合同就是咱话了有时间啦，合同就是世界爱大同嘛，一切拢是同的，拢是共款的，共款就是无需要去分别啦，你要这个平等心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吼，后续休息一下，我建议还有两边送到吼，还有六分钟啦，我就跟大家说抱歉哦，还是再介绍一下，今大家在讲的是休息的部分。咱今头前讲的新欢，每一个新欢一定爱去新。在练舞啊，练弯啊，练那手啊，还去练舞，练舞要爱走，相辅相成，然后生命产生质变，那你心态是有改变的哦。每一步东西，你每一步专注力的东西有改变，就像讲三到五公尺的人力姿势，你锻炼有一天啊，侬嘛知，开始可能是这边的，经过了变成另一个意识。你现在在做这个搞，但是你会渐渐，每一步都会不整不合，贪嗔痴会导致戒定慧，而且这个大方向，有大方向是要把人肯定讲要多少东西，谁不想要有智慧的东西在？像智慧的人生多好啊！但是你要去赚啊，那个心机，我一心机永远没有智慧的，一个跟老马无地位的，不去做，才会有地位的。然后呢，越忧郁越恐惧越自私，越恐惧越无根越内疚，最后用了这个清净主义一遍了，清净慈悲平等，这个我会的精神，这个我会发小，会发小的是安尼嘛，那来这个先发小出来啊，我能看到我这人清净呢，这人不主边，这人不边境呢，啊，那我先发小出来啊，那么我能看到咱两个国际人在跑来。一个就是，哦，刚刚那个形容啊，看到这当面不喜欢嘛，他脑子那些话秀出来，那全面全然放得灰，啊，法相多好，而且黄明道公啊，黄明道公雨夜时代的或者是自在如来嘛，黄明道公那个自在如来先发秀，这样以后发愿要成佛，这弥勒阿弥陀佛十八大愿啊，你是起汗化血浆，发秀要披着心吗？那你嘛是来洗，是来换啊？啊，那洗好身体后，我熊生命产生质变。你这熊好的，你才看到你就直接昏迷你了。实际看到你，就管你要来修啊。那那那这个是用点的，休息的方法，哦，这不学习掉的哦，是来方便那子哦。好，那后面休息，所学。两点专注于手球，旁边要在你有修行有行动，当下你有没有很专心？有没有很专注？心有没有很平静？啊，或者往外当前，当肩章，你手很靠近的时候，你也感觉重重的感觉，这是人关节神奇的所在。当你手球的时候，越亲了靠近，你都没接触哦，你很快就刚硬，而且你白天行动是硬，越靠近越火，越来越重。你们的感应的是力道，都没打掉，还有的跟你手学的协同了，时时刻刻都可以手学，惊喜，惊就是说呢，两边，咱大家拢会行路嘛，所以从行路时间来两边是上好的，你都未离开两边啊，你大家过去做啊，这是上佳好的方法啦，你每一步前进出来就是一分一三一四一五一。每一波拢有，拢有前景，每一波拢有前景的起来，伊个眼光会去来收视。啊，这经营过程好是啥？有可能很专心，你哪家妈妈都专心，你的心要向道，你要很清净，要很踏实。这是真正的，就是不想讲话咯。过去清洗的大概长一段时间了，你家咯，电工你大概每天都有多大的钱啊？你是家咯的学校两边啊？久而久之，生命会产生质变的。或许看到你是往恶走，但是一年会突然不恶，并且肾循环的生修期一样长的。
咱修咱咱咱的气在转化，咱去修呢，咱这个心在去修咱的气在做咱的钱呢，咱的钱在用出来呢。啊，咱真是做什么去做？啊，再来看后手，有佛堂的人，想带过来刚弄他信箱后手，后手是，咱们各自会用哦。你看后手其实手学，右边佛号，右边后手是何种动作？最后我们信箱哈，现在信箱三宝佛，他可能还是礼拜堂花莲，每打开他信箱的人都是用三宝，阿祖哪个会用的人也是可以后手。想扣的人随时都可以扣，但不要轻易说啊，没有佛堂没有拜殿不行，随时都可以的。你记得心念啊，随时你想扣什么都可以扣。可是你不记得懂，你心在扣什么也可以。那绝对不要去轻轻易说一点一点拜托再拜托，是不是养起来没有？你心中在默念在扣什么，这也是扣什么，这嘛是心起感悟啊。你是讲一点到钱就把钱拜掉，那你外面怎么了，对不对？随时都可以扣，随时都可以现象现。在心中现象，在心中念佛号，在心中有念经，这一切都不稀奇的，时时刻刻都不离这个修持，凝视佛号嘛是的。啊不，是讲一点讲五点呢，凝视的这是一种修持，把心手权一个辅助的一个状态。原来是讲我做完化学变嘛是的，啊是讲化学因，因因为它修嘛，来嘛就直接给它专注。我哋咱一支烟就靠我较贵，那是人咱这个专注度，我这嘛是人咱的心吼。你见我是哪有支烟，见我都完全不动，哎，泡干了。那他的专业不是很好，有一些前人老先生起来吸的吼，一旦支烟变了，泡干了，可以心专注到这种程度呢？恭喜大家修行感悟，真的去做。有可能是靠着这些情何来的，而且把这些三宝同时都会用，这个方法真好。简单讲就是吼，你坐下来，进修三宝，把心中的最清最清的心，这是很能清楚的。有人回答是跟哪吒呀，是跟那个吼月光、阳光之类的，就是讲你随时都弄汉子，你外口你才弄汉子，这三宝修持无所不在。是怎么个产生梦想？好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我先忙，我后面再用大家的时间，后面再用两天再过去吧。哦，那你这个修行应该心念要清楚明白。当然，因为这个应该做很大嘛，一直做，如果没有情况嘛，绝对不要去执着些。而且供给一直用时间化掉来执着。那来讲，心到最后，你刚讲完这个应该全部都要化掉，那只用修行了，不可妄想，要什么不可妄想？到最后呢，修到最后，你的三宝才发现，三宝抛什么梦境？是让我们吸一切得之后，再见得力要抛什么梦境了啊？然后他去执着，所以修到三宝的上高的境界，那个三宝来放掉啦。因为我们甲经王来讲吼，一切修持都要放在降伏烦恼位。那我们前面读下面，什么都没有要求，要降伏烦恼，而且要大圆满的心。想除烦恼的，然后不要再多增加烦恼了。妄想就是烦恼，你妄想就会长成苦海，永失正道。你永失正道，那你现在丢的，不是在想些细节的嘞？所以你想往前跑，反正就是三步就跑来了，这个，来这个，可以给你回来，我们一起这样。你这事情嘛，平时有所距离嘛，对吧？你把多想想哦，不想来再后悔，以后学是正，把你想往刚想后悔。